呢，我们要测字占卜未来一个月谁会对我真心不骗。哦哦，来来来，真心不骗，真心不骗。我们字面是真假莫骗啊，不要骗人了哈。从这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，那请现场贵宾老师还有观众朋友，请你哦选一个字来看一看未来一个月谁对我真心不骗。嗯，请喽，来 Yumi， 我猜你一定会选哪个，来讲。一二三，骗，我就知道。你为什么会选？真的，我会选真的，还不够。他就是选那个，来，墨墨，我也要选墨。是哦，跟着人间清醒。你要骗，老师要骗哦，要。老师，要了，你决定，你一定要跟吗？还要跟吗？啊，就不给你跟了啊。对，我不跟，这个赌很大哦。你要真哦，真对。你呢？我们两个一二三，好不好？啊，买啦！一二三加熊，我不要怼你呢。你不怼我？哎，因为我这我是很硬，但是我绝对不会选骗。对呀、啊，那个是哎，人家要选未来一个月，谁会对我真心不变？怎么会选骗？毕竟也是杂偶哦。你哪喜欢妹妹？哪喜欢杂偶？给我整理。好，好有气势。但是男生可以选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他得到很开心啊，这他都能够骗人也是种能力耶。对呀、啊哦，但我还是选骗真好了。Me too。我也是这么想，那我要选假。我不会，我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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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都选好了，现场都选好了，观众朋友，你选好了没有？我们看一下哦。好，好，那决定哪一个了，我们就开始开奖了。我们从前往后开奖。第一个真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了哈，它答案是具备潜力，产业升值，事业升值，就是工作方面。工作方面很好，我是禄神，对，我禄神就是工作之神嘛，工作之神对我真心不骗，耶！这个真注意看一下，它其实就是值，哎，它的这个两个人嘛，哈，摆着一个人在这边，下面就是一个值了，价值的值。好，其实我们看一下甲啊，甲现场没有人选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是选甲的话，答案是悠闲度日，好整以暇，这才是我嘛。对对对，就是生活方面啦，生活方面悠哉悠哉啦哈，小公主啊，天瑶。好，现在看一下墨哦，墨是圣梅跟吴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，如果是选墨的话，答案是爱苗滋长，不再寂寞。那当然是爱情方面，情人对我不再寂寞。惨了惨了，哦，情人对我真心不变，你不跟我吧？老师怎么那么会选啊？其实那个骗是被骗光光的骗，一百分的骗了哈。好，骗就是优米跟张老师，还有观众朋友，你也选骗的话，答案是投资偏财，马到成功。为什么？偏财马到成功，但是钱财的财神对我最好，100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呦，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